放个音乐吧。啊，我放了音乐，你没听到吗？编号50730。你家是便利店吗？没办法，我囤了好多喝的，兄弟，哇，我囤的喝的比较多。野娃心中我是几月？我是他的12月。嗯，昨天九月带我玩了一下呀，他那个蓝，我总感觉我跟他操作差不多，但他总感觉他的进场跟我进场还是区别挺大的，好吧？他们带着我就乱砍，我跟都跟不上，好吧？林梦玩了个不知火舞，然后西河搞了一把苏烈，那真的是嘎嘎往前冲，我在后面按，我以为我就跟着按普通攻击就行了，结果我的普通攻击我都按不到，我老弟，太恐怖了。谁把我的红拿了？不让我活了，老弟！我队友问我为啥叫破绽，是吗？没有啊。来人，来人，兄弟们！来，我感觉我手感不错啊，跟着我走啊，怕什么呢？神挡杀神，感动感动都宰了。哎呀，这一套第一套爆发我扛不住啊，好恶心啊。真的，我感觉我今天手感好好呀，兄弟们。什么？闪现撕咬包？格局打开了，这个人开始撤退，收到。先去能上 executed， 应该我大大大，撤撤撤！如果夺走黎明，就能抹去苍穹，那我就做和你一样的无名者。还有十几秒才刷那个。防御塔部队消失。纳兰。怒车出击。没人呢，海猎王漏了，吹得到吗？吹不到。哎，流了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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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感觉这个皮肤是不是优化了？我怎么感觉这么丝滑？啊，这是我的错觉吗？我真的感觉好丝滑。
啊，不丝滑了，不丝滑了，兄弟们。融化诸神官能，助我手中之剑。这开始撤退。哎哎哎，那个小兵被打死了。蓝陵王不在我这边。你去帮帮他们吧，职业选手。人间真正的悲剧。收到。哇！痛痛痛痛痛痛痛！哇，这么痛！哎，我怎么瞬间我没血了呀？这太恐怖了。搞个守护者铠甲，你半天找不到守护者铠甲。你是干嘛呢你？完了，还带着我转圈圈玩。好治疗。啊！疯狂的普通攻击！啊！我乱砍！阿莫啊我！有点东西。没想到段大的武侯依旧这么强力。哎，我这其实我飞到天上是他吹的时候我就段大了呀。拿蓝拿蓝，可恶！哎呦，痛死我了！老帝王是不是要来了？先吸两口，吸两口，带下线嘛。哎，真的，我今天感觉我露娜飘得好快呀，是我悟了吗？还是皮肤优化了？有没有感？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明显我今天的这个露娜的丝滑程度，哇，真的是服了！这不能让我装完吗？不再暴君获得强化。
出击，晕他晕他。哎，你们可真这么粘牙呢你们。我吐，哎呀真的烦了，我都不停的被控一下，也不知道怎么哪来的控，这摸我控一下，那摸我控一下，一波了，我笑了。啊！露娜下血条下面那个白色标记什么意思啊？露娜血条下面有个白色标记。哪有什么白色标记啊？对致命